萧公子有何事啊？我有事想和三娘商量一下。今日没空，改日再说。哎，那你就当萧某今日有求可否？改日。今日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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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姐，要不还是我自己去吧。好。周秋保重啊。周师弟。师姐。周师弟。师姐。周师弟。萧雨，你说你什么意思？你好几番坏我好事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知道三娘想和周记同车。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但是你别忘了，你是有婚约的人。你这么好几番跟我提婚约，我会怀疑你是真的想娶我。要论白日做梦的能力，三娘还是行啊。哎，三娘，可否跟我谈谈？客官，这是本店的招牌，请二位趁热试试。三娘可以试试。看来三娘还是对我心有余悸啊。不然呢？那我先敬三娘一杯，以表诚意。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，无事我回了。我落榜之事与三娘有关吗？无关。萧公子，你要是有证据的话，你不妨直接拿来。那为何我们之前做好的约定，三娘屡次使诈阻挠，究竟是何居心呢？我们何时有过约定？不出所料，三娘果然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呢。